我肯定是第一吧！哦吼，这就是年轻人的速度。小蒋，你是第一位抵达的成员，你可以选择是否成为队长。我肯定要当队长啊！让哥哥们知道什么叫年轻人的速度好吗？他们只能在我的车后面看我的车尾灯，都看不到。当队长的一天，朴实而又无趣。